amazing. Well, this is it. 好，我刚刚在群组里面有发布讯息了哈，所以后面我们开始来统计啊，连续不复不出席的同学，那我们就会把这个资源要整合一下，整理一下。那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最近有我们的几位讲师，他们在做营销啊 marketing 的一些LINE 里面群组的活动的时候，有一位讲师私讯我，啊，他说老师，为什么我的群组啊，虽然很多人加入，怎么很多人退出呢？啊，那我说很简单，啊，第一个你不提供价值，第二个他竟然发现都不是他要的，所以他就离开。啊，所以本来就有人来，怎样有人走，啊，这很正常。啊，所以感谢各位，目前你还在。好，那我们继续提供价值。啊，所以早上我听那个大陆的邢总，啊，中国科学家研究院邢总讲。结论就是什么？其实我以前就有提过类似的概念啊。有我们老师，金的老师问我，他说 Gary， 学生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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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样怎样都不重点，重点我就说，那你听完之后碰到这些学生之后，你会怎样呢？他说我还是得继续教啊，对，那就继续教嘛，就佛度有缘人啊。结论是这样。好，所以为了感谢各位呢的支持啊，跟这个坚持下去。我今天送各位一个杯子啊，这是我去日本带回来的啊，杯子可以传去看一下。来，这个杯子，那个余真估个价，台币，随便开没关系。1000台币啊，来往后传一下，对，大家看一下。来 ，Jenny 估个价。我们找三位同学估个价，220啊！来，再一位同学估个价。你是说杯子本身？对，杯子本身呢？那个是个杯子，那是清酒的杯子。就那一个而已。就那一个，对。没有含运费什么的都没有啊！哇，果然是老板娘啊！没想运费了啊！运费另计。我们就那个杯子哈，来多少？5000啊，台币吗？还是日币？台币。台币啊，往后，那你要小心拿啊。五千的话你要小心一点，220还可以吧？好，各位可以继续传出去看啊。那我就用这个杯子来讲一个事情就好了。好，这个杯子呢，啊，如果你这样一边看啊，我们想一个最普通的状况。夜市有没有玩过套圈圈？有吧？如果他放在套圈圈那个地上，可能就是20块、10块、20块套圈圈，给人家玩套圈圈的游戏的哈。好，但是现在我开始塑造价值了。这个杯子呢，叫做富士山的招福杯。所以刚刚如果你有看过杯子的话哈，你把那个杯子反过来放，它是模仿什么的造型？富士山的造型。因为富士山是日本人的神山跟圣山，非常重要。虽然不高，好像3000多公尺，但是它是日本这样独一无二的一座山。它没有峰峰相连，它就那一座而已。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导游非常厉害，他就说：“各位能够有缘看到这个神山跟圣山是要有因缘的。”好，所以我们去的时候还有点云雾啊。然后去到半路越来越靠近，去那个。香根的附近的时候，越来越靠近，那些云雾开始散掉，然后他就开始继续描述，他说这个富士山日本人觉得宛如少女一般神秘，你看不清楚他的面貌，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来都看得到的。有没有去赏金赏过海豚？有啊，那个导游领队都会这样讲。我看今天天气哈，不一定看得到，像我前面2个月哇，没有一团都看到，一团都没看到。然后你看啊，如果今天你看到，你就超幸运的。对，很会怎样塑造价值，那讲的也是事实。结果呢，后来我们越来越靠近香根的时候，因为我们那天晚上住香根的一个温泉旅馆哈，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云雾全部散开了，我们就看到富士山的真面目。哇，我们真幸运！第一个，你已经有福气了，你知道吗？所以，来，余真先讲到这，1000块变多少？
刚才不晓得那个有造型的吧？现在造有造型的，那富士山、神山、圣山啊，三千，我变三千了，三倍啊！来，捐你两百块，变多少？九百九，哦，变九百九了哈！来，五千变多少？一万五。啊，事实上，我跟各位讲，我不是买的，不是买的，是我们参加那个国际的旅行俱乐部他们送的，他们就送 VIP 的其中一个礼物。好，那所以。无价，因为我不知道多少钱，但如果你想买的话，它有公司啊，它里面是一个日本的公司哈，东洋佐什么什么哈，然后里面你看它封面就有贴招福杯富士山，它就盖个小印章。日本人这个方面很厉害，明明一个讲白话 nothing 的杯子有没有？但经过造型，经过塑造价值，那里面还有一张纸。这样一个小，我猜要个几百块了，我猜了，啊，那他们如果大量批，可能就会便宜一点。然后它还有使用说明，各位，啊，还有日英中三个语言的啊，这是日本人熟悉富士山为主题的日本酒杯，在日本第一神山之称富士山，日本人引以为傲的高度、优美的山形，都深信会带来幸运跟福气，啊，一边鉴赏富士山美丽的形态。一边品尝高级日本酒，必定更加美味可口。超厉害的啊！富士山这个酒杯绝对是赠送挚爱海外亲友最佳礼物之选。然后 ，Made in Japan， 日本制造 ，Toyo Sasaki Glass 就是这个喝清酒的杯子，好厉害啊，对吧？马上从夜市二十块变成990，变三千了哈。对，这就是价值嘛。OK， 那我讲这个原因就是，各位，那你的价值呢？你是夜市的套圈圈的礼物，还是你是富士山神山圣杯的那个高级酒杯？如果它放在那个台湾不是有间日本料理叫三井吗？如果它放在三井的橱窗，觉得你至少多少？橱窗三井橱窗。对吧？你看，你忙990又跳2000了，所以跟你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轩峰有得到什么心得吗？你是要当套圈圈的礼物，还是要当三井橱窗里面那个酒杯？好，这自己决定，自己决定，很有趣，很有趣。明明是类似的东西，不敢说全部一模一样，但类似的东西。好，那今天带来的就没有要带回去，所以待会我们开始。才抢答制，好看你要获得3000的杯子还是15000的杯子都可以哈，对，就是要送各位的哈，啊，只有一个，因为另外一个我在师大的那个多一班已经送掉了，啊，所以只有一个，好，现在小心拿，因为5000，我都不晓得这么贵啊，放下来好了，对对，是的啊，所以看很有趣。因为现代人到了这个阶段啊，已经物资缺乏还是物资过度？过度。但第三世界国家还是缺乏啊，但是大部分的开发中或已开发是已经过度了。那过度了之后，人类追求什么？你知道吗？心灵的富足。所以刚才我在讲富士山、圣山、神山、好运、福气，这就叫心灵。所以不是在卖那个杯子。是在卖那个心灵，有没有心得啊？有没有心得啊？狗呆吧？为什么他的冰淇淋一直卖80块，还是多少钱？有吃过吗？等一下你应该去吃一下，因为你吃一口就10块，吃一口就10块，你就哦好痛啊！然后接下来就想说，凭什么你一直卖80块这样啊？人家一只啊冰棒20块、几十块就有了。对，凭什么？凭什么？啊，就是双麒麟，双麒麟知道的 ，Seven 的双麒麟，15-25，麦当劳，15-25，对，反正就几十块嘛，对啊。而如果你到星光三月的 B1，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星光三月的 B1 有一个抹茶冰淇淋的位置，啊，它那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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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啊。什么什么环岛，然后什么什么古什么岛，就是日本有个岛，然后它产海盐非常有名，那一包海盐也是好贵啊，好几百到上千块，一包海盐啊，
然后他就是把那个海盐放到那个冰淇淋里面去，然后再加日本的道地的抹茶，然后做成了咸的抹茶冰淇淋。那一支就好像卖80块还是100块。有一次我到楼下去逛逛的时候，然后就80块的冰淇淋，吃吃看到底是什么感觉。然后就会好好的思考，凭什么他卖80块？坦白讲，真的蛮好吃的，因为它是有咸味，可是又不会让人家说吸氧啊，然后它又有抹茶的甜味，啊，那意思就是说你别地方吃不到，它有咸，没有甜，所以你做的东西有没有卖点，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有，价钱就是你定的；如果没有，那你就跟别人一样，就只好杀价、杀价、杀价，就这样。好，好。来，所以请看，来，我们这一节课来把内容详细看一下啊。好，第一个的名词 telephone， 然后下面一句啊 ，telephone go，telephone congratulations to win， 人家打电话向他祝贺。下面 symphony，symphony，S-Y-N 叫共同跟一起，好，再来自然发音 phonics， 啊 ，phonics 就发音嘛哈，就是 A F B B C。OK， 再来 typhoon。啊，如果各位在背单词的时候，你觉得发音部分需要确认，我们一套教材叫一次搞定自然发音，这应该讲过吧？好吗？哈，填表系统就会寄给你了。好，两个半小时的演讲，讲发音的。好，下面 PICT 一起念一下 picture。来一句 ，I had a picture of picture taken this morning。你看 had， 然后呢 taken。Brian had taken 是什么用法？是被哦，对不对？本来那个 had 是使役动词啊。讲到这个使役，刚才有同学问几个问题，我待会一起回答。所以它是使役的被动用法。OK， Brian， 使役有几种用法呢？五种啊，五种呢？啊，你有框架了。接下来请问内容啊，使役的第一个用法是什么？阿雷内元 B， 还有呢 ？Get to B， 还有呢？好，阿雷内元 B 在这儿，需要的话拍一下。好 ，My father made me wash his car， 这是文法了。好，所以单字学到一定的量，慢慢的增加，接下来就进入片语，片语进入用法、句型、结构，好，就会越来越完整。OK， 第二个是 Get to B。My father got me to wash his car. 规定一定要 to， 规定一定要 to。来，好了，下面，好了。好了，下面第三个 help to V 或原 V， 两个都可以。to V 或原 V 两个都可以，好，所以考试不太考这个。来，我们清理一下吧，用 to 的。My father go， My father helped me to wash his car。Okay， 所以 to wash his car。下面第四个，考试喜欢考的是这个，好，叫做 had let me get 加事物加 V， 因为是被动啊，所以我爸爸让他的车被我洗。My father had his car washed by me。所以刚刚那个被拍照也是这个意思哈。来，不说就拍一下。那这各大考试都会考的，保证都会考。那待会第五个是人 be made to do something， 人被叫去做某事，人被叫去做某事。OK， 再看 ，I was made to wash my father's car。人被叫去做某事，人 be made to do something。OK， 好，那讲完实际动词，我们来讲那个刚刚同学有问哈，其实我刚不晓得有没有把，我把那个连结也放到群组里面，好，其实我在2009年就有一篇文章哈，我放到群组。刚才 Ryan 你的问题来，请你重复一下你刚才问的问题，有吗？我有 follow 吗？感官动词跟连缀动词，好，
那这篇文章我刚查一下，是2009年我就放了哈。那后来这个俊老师，俊助教有转贴啊。那这边他有讲，动词分很多类，啊，所以其实呢，看老师怎么教，啊，有一些本来就很容易混淆了哈。那确实他有一些可以细分出来，比如说我们讲抑制动词有没有？好，那又更细分了。那这边就有讲，他说另外一种动词分类叫连缀啊，例如看起来、变得、感觉是。那下面他有一些整理哈，譬如说这个连缀的啊，怎么样？那接下来感官的啊，感官这里有分类，感官 feel、hear、see、watch、listen to、look at 等等，这叫感官。然后呢，后面用法，这网站都有，刚才我已经抛到群组了啊。那连缀动词有哪些呢 ？Look、sound、smell、taste、feel。OK。所以它其实把它分得更细了。好，那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这样分，会帮助你学得更仔细，那你就分；但如果你这样分，会让你搞得更模糊，那就不要这样分。好，譬如说我问你，你学中文学这么久，你中文讲得这么棒，请问你会中文文法吗？不会，你从来没学过中文文法，都是听了就讲，听了就用，听了就讲，听了就用。好，所以除非你要当英文老师，或者你对文法特别有兴趣，那你可以去专攻一下。不然我的建议是，啊，我看例句，啊，看例句，啊，哦 ，she looks beautiful， 哦，这我看得懂，啊，good cars are expensive， 这我看得懂，而且这是五大句型的第几句型？第二句型，主词加动词加补语，这跟句型有关系。好，看句子我看得懂，哎，意思我可以理解，我觉得 fine，OK 了。你不一定要去钻那个名词了，因为钻名词，坦白讲，到最后还会有学派流派的问题。好，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问过各位 ，email 这个字可不可数？那还没错 ，email 可不可数？不可数。顺凯 ，email 可不可数？一封 email， 两封 email。不可数。有没有觉得可数的举个手？没有人吗？一封两封啊，答案是有一派的教授说不可数，有一派的教授说可数。那糟糕了，我们写英文的时候，你要考试的时候，到底要写可数还是不可数？你怎么知道你碰到这个教授到底是怎样，不可数那一派还是可数这一派？怎么办？那我们就要想一个方法，叫做 email message。就用一个字，叫做 email message。你看没有这个片语哈，所以自己要创造一个片语出来。为什么呢？因为 message 这个字是可数的，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复数放在哪里？放在 message 后面。这时候就避免掉什么 email 可不可数这个问题了。一封 email 叫 one email message， 十封 email 叫 ten email messages。所以 email 本身不用加 s， 所以不管是不可数派的老师，或者是可数派的老师，他都要算你对，了解吗？就闪过这个问题了。好，所以有些文法争到后来是没有结论的。OK， 好，所以文章可以看一下，文章可以看一下。好，主要是理解，主要是理解那个句意。好，我刚才还找到几份资料，如果有兴趣 ，Ryan 你可以去。再看一下，随身碟有带吗？好吧，待会下课抛给你，你回家可以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啊，还是蛮有趣的。好，那另外那个全峰问那个小说，你把你的问题补充一遍。就是想要 看一些原文的小说。想看一些原文的小说啊，然后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学一些优美的那个文。英语词句啊，用英语词句，然后目的是什么？就是傻妹，把这也可以的，把妹啊。那可是我跟你讲，优美的词句不一定可以把妹。我用过来人的角度来说，就只有写作的话可以用到。写作没有，他最后被我问到最后，他说还是考试啊。
其实还是多一考试为主啦，是不是？啊，所以我问到最后，就像 QBQ 问到最后，你到底你这个阶段性目标到底最后是什么？啊，这边还有更多了，连缀动词啦，哈，这个举例啦，哈，我刚刚都有查出来，我待会一样非常要去做好了。好嘞，其实很多。好，那Oxford Reader。其实牛津大学出版社哈，他们有一系列的书，叫做 Oxford Owl 啊，或者还有另外一个出版社叫做那个 Penguin 企鹅出版社啊。那这两个呢，这两个系列哈，他们都有这个阅读的系列。那为什么要这两个系列呢？因为为什么推荐这两个系列？因为他们都有按照字数、字汇量去设计这个阅读的内容。但是我问你啊，学峰，你读全英文的书，如果很多字看不懂，你会怎么做？逐字查。好，如果逐字查的话，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不要看原文书，因为看原文书的目的不是要逐字查，看原文书的目的是要练习把看不懂的字放在英文句子里面去猜它的意思。如果你要用逐字查的方式呢，你就直接上老师的网站。1278888，对不对？我们上师大的课都有讲过，在阅读分类，好，这边里面有很多的文章，好，然后这个文章呢都有什么？中英文翻译，然后单字整理、片语整理，对吧 ？OK， 将受刑人打造为模范公民 ，OK， 甚至还有英党，好，这边有解释，这边都有，还有一边在外面修不出来啊。这个是之前蝙蝠侠被超人，好，美丽的图片，好，单字片语都帮你整理好了，你不觉得看这很开心吗？不用花太多功夫，就轻松嘛，叫人性化的学习流程。所以各位要注意你的每一个步骤，就是你要把你自己设计在一个环境里面，是学得很开心，学得很轻松，学得很想继续学下去的。明明不是开始学韩文吗？啊，对不对？好，那是学得很开心的感觉。大家就要教东南，我什么样子这样？他马上用了老师讲的嘛，教跟学之间的关系，我学了忙教，学了忙教，学了忙教，就帮你自己再复习好几次啦，你就印象深刻。所以如果你是为了要查，你干脆就不要查，好，就轻松的去读一读，去听一听，去看一看。好，所以那如果你是真的想看原文，练习看原文，你就去找老师讲的 Oxford 的系列的，像那个东方出版社有，好，还有。那个 Penguin 企鹅系列的，因为他们有分那个 Reader， 就是500英文单字量的、1000英文单字量的、1500英文单字量的、2000英文单字量的，所以他们从简单的字开始用，写一些短文故事。所以说你基本都大部分看得懂，几个字看不懂，猜一下嘛，没关系。啊，真的忍不住，一直出现，就是这字到底什么意思啊？再去查，而不是一开始就每个字去查，因为它就会磨灭掉你的学习动机跟兴趣了。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我先厘清一下你的动机啊，不然你用错方法，最后呢看了两页呢就气死了不看，那不是你看的目的嘛。OK， 好，哎，所以记得啊，要找人性化的学习流程，把你自己设计到里面去。好，描绘一点一下 depict，picturesque。像这个 QUE 结尾是法文的这个字尾的概念。法文啊，很多种，像独一无二叫 U 什么 ，unique， 那个 QE 啊，也是跟法文的这个字尾有关。下面一个叫 pictograph， 象形文字 ，OK。再来 ，plain 代表很多，一点一下 plenty。好，福尔摩斯出现了 ，homoscope。Homers and he have plenty in common。OK， 不是有新世纪福尔摩斯吗？啊，新的这个。影集，来第一个叫 complete，complement。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看古阿莫版。古阿莫科科啊，我不是古阿莫哈、啊，就是古阿莫他会帮你很省时间啊，因为新世纪福尔摩斯我只看过片段啊，因为这个是什么时候？过年，今年农历过年的时候到中南部。
陪我老婆回这个云林老家那边到亲戚家里，刚好那个姨丁有一个姨丁很喜欢看这个外文片，然后刚好他在看这个福尔摩斯，然后就跟着看了大概半小时吧，所以他那个新的两三集我只看了半小时，但那天刚好呢，哎，点到古阿莫啊，十分钟就看完三集了，那把重点讲完了，然后就把我看过那个片段放进去，哦，原来就是这一段，啊，后面哦原来是这一段，因为常在电视上一打开，哎，就五分钟片段，然后你没有头没有尾，好，但还好我的记忆力不错，那就古阿莫那十分钟我就把它全部复习过了啊，这整个新一季的那个系列内容都知道了，来再来一次叫做 Planting。就是很有那个什么，时间管理效益的哈。好，还有部电影叫什么《单身动物园》，有没有人看过？没有，那还蛮冷门的。有没有听过？有吗？听过。这部片在演什么？来，后面同学，我昨天是韩文 Helen。Helen 好。然后就在讲说，那个那地方呢，就是希望大家是可以配对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找到伴侣。概念大概是这样，也就是说有一个世界它是希望大家都有伴侣的，都要配对成功。好啊，所以如果你一直找不到伴侣，你会被送到一个地方叫过渡期的地方，就是你要在45天内找到伴侣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被放逐到单身动物园去，就例如这样概念。好，古阿莫在解释的时候就说，这个世界是怎样，单身有罪吗？这样啊，那就有些自己的 注解在里面嘛，是不是？这个世界是怎样，有病吗？对，五分钟，但五分钟就讲完了。好，那这部电影我没有看，但是我看了古阿莫的五分钟版，也还蛮有趣的。最后有一个悬念，最后那个男女主角他们就历尽千辛万苦，反正就里面就是有配对的世界跟过渡的世界跟单身动物园的世界，反正就是几个世界在过来过去嘛。好，然后那个男主角就从那个这个就被，因为他还没找到配对，配对要有条件的啊，就是你要有共通点。好，那古阿莫就说，我都喜欢吃某一种，我都喜欢吃乌龙面，不能算共通点吧？屁的，不行啊，这样，就是这样啊，这种太表面的不行，要内在的共通点。好，那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后来就被送到过渡区去了，然后就一直要找那个配对，就后来又没有成功，然后又这样这样，然后后来就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跑到单身动物园去了，OK， 然后呢？然后，但是动物园去，他们又会把那个有配对成功的人哈，这个猎杀，就互相两方在猎杀就对了哈。然后他们猎杀有配对成功的人，抢他们的衣服，然后跑到这个有配对成功的人的世界，也就是说，有配对成功的人才能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单身的人就不可以活在正常的世界。反正这部片就跟单身有单身就有问题就对了哈，就跟单身有仇就对了哈。这部电影的概念，然后最后的结论是。矛盾就是人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他们最后就放逐到单身动物园去了。那单身动物园的规定是不能配对，因为你已经进入单身动物园，所以在单身动物园配对，比如说你亲嘴的话，你嘴唇会被割掉，例如这样，所以发现这事就有病嘛。就配对这边一定要配对，单身这边一定要单身，就不能共和平共处嘛，这样啊。然后所以后来很不幸的，这个男主角在单身动物园这边。跟一个单身女生一直假装是配对，因为他们要去拿一些物资到这边可以大家用，就没想到真的坠入情网了，互相爱上对方了，就这样啊，糟糕！你现在在单身动物园区不能配对成功，不然会被杀掉，怎么办？就最后这个女主角呢，就被陷害，两眼失明，就看不见了。哎，那最后他们还是跑到这个配对成功的正常世界那边啊，去要想办法这样。然后就男生最后那一幕，就是这个男生在餐厅里面拿着尖尖的东西，准备把他眼睛刺瞎掉。为什么？因为女生看不见嘛，所以他如果把眼睛刺瞎掉，就可以跟他配对了。这世界有病吗？但是没有刺下去，就是最后一幕就是他拿刀这样刺，但有没有刺不知道，就这样。好，所以他最后有一个悬念在那里，之后呢，你就有没有刺？没有刺，谁可以拍续集？就他正要刺的时候，就被单身动物园的人抓到了，好，那就把他们两个怎样怎样啊？这个拍续集啊，对，就是一个悬念啊。我听古阿莫讲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啊，我也觉得说真的都老梗，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很省时间。那天我花了9分钟看完什么了？
因为你当然会上瘾的啊，就五分钟看完，哎，我再看一部，九分钟看完什么呢？死亡笔记本，死亡笔记本不是有三集吗？九分钟就看完了，我说哇，好棒的那个 time management。所以你已经，如果你像我这个记忆力还不错哈，社会训练长久这样练习的话，我看完就几乎都记得了，什么摇滚死神啊，就什么死神啊，他讲得很快，然后就哎又有他有趣的梗这样，很有趣。好，所以回来再念一次 complicate， 啊复杂的例句 ，the children the child's got the child's existence complicated matters considerably。好，这个 matter 当什么词？动词。会产生问题的 matter 啊 ，it matters, it doesn't matter， 有关系跟没关系，但是 matter 又叫做物质哦啊，来下面一个 complex， couple， triple， OK， 这跟复杂的啦啊，一对的啦，好像刚才那个要配对成功就是 couple， 好，那配对成功世界的人，我觉得导演或编剧其实有点在反讽，他说配对世界成功的人，其实有真的配对成功跟假的配对成功。也就是有的是真的哎找到了他的伴侣，有的是为了要生存下去只好两个假装，所以他们这些单身动物园的人会闯到配对成功的人的世界里面去找出那个假装配对成功的人，然后强迫他们承认你们是为了要那个生存下去所以才假装跟对方配对成功，这部电影就这样，有单身世界的人跟配对成功世界的人一直在仇视对方这样，概念大概就这样。好，所以刚才讲到这个DNA 储存有没有？是不是你看你的一辈子就储存，你就变 Lucy 了？不是吗？就是随身碟啊，就是 Lucy 了。所以其实以后我们都会变 Lucy 了，对不对？以后烧掉、挥洒、撒回大海就没了，没了就是剩 Lucy 了。好，所以你的存在你就变成那个了哈。啊，但另外一个灵魂我们不知道到哪去了，目前还没有悟到那里。来，一起念一下 postpone， 往后面放，那当然就是延迟、推迟。来，一起念 the concert has been postponed to Saturday。另外白话的叫 delay， D E L A Y。来，成分一起念一下 component， 成分零件啊，一样把很多小零件放在一起。下面一个 opponent，O B O B 或 O P 哈，是对方的意思，好像 opposite。OPBO， 很多种字嘛哈 ，OPBO， 然后呢 ，SITE， 请问坐在跟他同一边还是相反边？相反边 ，opposite， 不就是坐在相反边吗？那坐在你相反边的当然是对手啊，就这么简单啊 ，opposite， 好，所以呢，那那个 sit 的话变 site， 好，网站那个 website， 工地 construction site。还最好 proponent 啊，提议者、拥护者，其实你可以联想一个字叫 propose，p r o p o s e，propose 跟提议、提案有关。我们好像之前有讲过，是提议、提案，知道吗 ？pose，pose，propose， 是吧？这里呢，好，再来听一下 propose， 啊，往前摆出一个姿势，一手拿花，一手拿戒指。什么？往前摆出一个姿势，一手拿花，一手拿戒指。哎呦，求婚呢、啊？啊，这里是 propose。OK， 那后来变成名词叫计划书、提案，一起念一下 proposal。所以女孩们，如果以后有人叫你 propose， 请他先送什么书过来？啊，计划书啊 ，proposal。Submit your proposal 啊，先送。请寄到下列信箱。所以 POSBUT 啊，哎，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我有好几个朋友，他们是透过网络上认识的，那时候还有 MSN， 啊，但网络也有一些诈骗，但是我不要以偏概全。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就真的透过网络认识的，但家后来也很开心啊，也很幸福快乐，也是有啊。对，很难讲，还是看人啊。这里是 proposal，OK、okay, 所以往前摆出一个姿势，很简单。好，下面最后啦，第八，一起念一下 puppy。puppy 跟人有关，好，那所以这个人口一起念一下 population。来例句 ，population go。
Population explosion is first attested from 1953. OK， 好，这叫人口大爆炸。另外一个比较口语的翻译哈，叫做 baby boom， 婴儿潮。好，那 baby boomer 就是所谓婴儿潮世代出生的人。就是说我爸妈，各位的爸妈应该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啊，这个生育高峰所出生的这些人，现在大概就是60岁那个族群啊，附近那个族群 ，baby boomer，baby boom，OK，那从那个之后就开始不断的往下掉，往下掉，往下掉，哎、啊，这是托福雅思考过一个题目啊，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啊，全世界的人类曾经最低到谷底的时候，全世界只剩下2000个人，2000个人就在冰河时期之后，因为很多人都死掉了啊。那2000个人，各位现在有几亿人啊？现在全世界有几亿？70亿人哇！还有一个叫最高生意哇，2000变70亿，哎，本来人类学家还有社会学家他们想在2050还是46年啊，把这个数字控制在70亿内。但很明显控制不了，因为现在2016已经破70亿了，已经超前他们的速度了。那比较令人担忧的是，后来这些出生的小孩大部分是在已开发还是开发中还是未开发？未开发占大比例，这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比较担心的。也就是说赤贫的状况是越来越多，因为它生越来越多，那反而是开发中跟已开发生越来越少，那个比例就会开始调整过来。那换句话说，后面的这个缺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现在在担心这件事儿啊，所以这里是 baby boom， 叫婴儿潮时代。OK， 好，所以回来请看下面，请念一下 popularize。好，其实还可以再延伸哦，还是找一下，其实还蛮多延伸的哈。那这个叫人口啊，那如果有一个字叫demo 也是人哦，这个也是人 ，demo 也是人啊。后来有个字叫示范嘛 ，demonstrate， 在一群人面前来示范。那我要讲的不是这个字啊，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字，叫 demography， 这个字来听一下它的发音。demography。Demography 这个 demo 代表人的意思，那 graph 是图画。请问，把人口的状况画成一张图画，叫做人口什么塔？哎，人口金字塔嘛，很简单啊。好，所以当你把这个字复制啊，贴到这个谷歌，然后找一个图片啊，就发现它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概念就出现了。OK。这里是 demography。 好，那以前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什么正金字塔，那现在因为出生率下降，然后人口老化，开始慢慢变成倒金字塔。在日本这个状况也蛮严重，我一直以为台湾是走在日本后面，后来发现不是。好，台湾老化的现象其实已经慢慢超越日本了。来，这里是 populationOK， 所以人口，人口，人口，人口。来，下面一个 import， 啊 ，im 里面 port 运送，啊，所以往内输入嘛，啊，进口。ex 外面，一起念一下 export，export 外面，所以出口。OK， 啊，感谢 Jenny 啊，虽然后来没有问到，我上次我讲那个红酒的事，对不对？我现在还有几个人还在问，还在努力中啊，问到报关行去了。好 ，Jenny 是问报关行吗？不是，你是问物流的。对，因为报关跟物流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报关是这个他们大量货物进出啊，会有那个不同的方式。不过还是感谢啊，那帮我问，来请你一下 ，we import a lot of cars from Japan。OK， 下面 transport, passport, border。OK， 所以 import transport 啊，刚刚讲 transportation， 有没有 airport 不是也是吗？那来补充一个字吧。美国人叫 airport， 但英国人不这么讲哦。英国人说什么 ？aeroplane。啊，美国人叫 airplane。
其实英国人本来是这样写的。Aeroplane. 所以本来长这样，然后后来被美国人改成了 air. 好，美国人觉得英国人的拼法念法总是那么一点啰嗦，于是把它简化。好，像英国人很多的 u 后来被美国人砍掉，就没有 u 了。好，像 color， 像 fabric， 像 labor， 啊，里面字都有这个。好，来下面一个，一起听一下 expose。Expose. 最后三个，来一句。They consider it almost a crime to expose children to violence and sex on TV. 啊，所以新三色。下面 oppose. Propose. 好，你看又跟 pose 放有关嘛，对不对？就会发现很多单字看起来没有关系，其实背后字根都有关系的。Expose， 揭露、揭发、暴露啊。Exposure。像以前，用底片拍过照的同学举个手。底片，你看不多了，请放下。啊，不多了。你什么时候拍的 ，Ryan？ 国小。啊？国小户外教学。国小户外教学，然后那之后呢？就再也没用过底片了。差不多嘛，对不对？果然是跳另外一个时代了啊！我们在那个 expose。啊，我还进过暗房洗照片。那是另外不同的经验，啊，你可以用药水。以前那个在还没有数位产品的时候，那个间谍片，他们要去暗杀某一个对象，有没有？其中一定会有一幕，那个电影一定会有一幕，就是他们把那个相片显影完之后，然后就放在药水里面，然后就这样摇，然后就那个暗杀对象的脸就显示出来，说这次他就是我们要暗杀的对象。哎，那就是在暗房里面，一定要昏暗的灯光啊！哎，再一次 expose 啊，为什么昏暗的灯光？因为怕那个底片会曝光 ，exposure 曝光呢，影像就全部不见了啊。好，来，所以最后两个，提醒一下 precious 啊 ，precious 刚刚 Becca 说对了 ，price 无价啊，所以 time is precious， 时间是宝贵的。哎 ，Meska， 今年是要有什么目标吗？今年快过一半了，就是这样。今年有什么目标吗？硕士要毕业，写多少？现在就是10%。啊？在那个就是做问卷。啊，就已经在做问卷了。问卷的主题是什么？专业职能。那问卷对象是谁？啊，所以你有专业的一个族群 ，OK， 那你应该还不错啊，因为你就在那个单位服务，应该有相关蛮多人可以的。要多少有效样本？还好，因为我是用德菲法，所以专家只要就是10几位就可以。哦，那还好。因为半结构式的。对，不然那个要几百份，那就很累了，很累了哈。来讲一下 precious。OK， 好，我那时候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3年，非常痛苦。对，那个因为要去看很多东西，然后又要把因为博士论文要求稍微再高一点，就是你不能只整理别人的理论嘛，你要有自己的一点新的东西。那为了生出那自己的一点新的东西，真的很痛，超痛苦的。你写过论文就知道多痛苦。我有没有画过雷达图 ？Excel 里面有功能要画雷达图。我那本论文博士论文要做30几个雷达图。30几个，因为我们有30几个变相，然后去研究那个生物演化理论用在企业管理、企业演化里面的概念，所以是把工业专利设计的理论拿来套用在企管里面，就是跨领域的整合研究。然后我早了一天呢，啊，因为平常忙嘛，早了一天呢，从早弄到晚，我一个雷达图都画不完，因为平常没在画这个玩意儿嘛，对不对？调来调去，调来调去，啊，真的很想摔电脑，你知道吗？啊，我脾气算不错的啊，然后被那个雷达图搞到很想摔电脑，最后怎么解决？对，外包。我就想到，难道不能借力吗？对不对？难道没有统计系的人会弄这个东西吗？好吧，啊，我就想办法嘛，啊，我就上那个外包网，啊，找了几个，然后就说，我在写博士论文，我有几个数据啊，要请人帮我弄雷达图，就你知道吗？啊，我发包给一个台南的一个在念硕士的一个女生，她念什么研究所我不知道，但她说她在念硕士，然后她也帮忙做雷达图，这样30几个雷达图，你知道吗？
他两天就弄完了，两天，对，树叶怎样有专攻，我付了2000块三千块，所以我是要自己去搞死自己呢，还是付2-3千块请他帮忙呢？就解决啦，好，我的图弄完我就可以开始写东西了嘛，是不是？好，就好简单了哈，不然这样会崩溃，搞了3年这样哈，所以有时候哈要懂得借力，不然你会累死自己。来，下面请一下 depreciate， appreciate， 这叫 preciously， 啊，叫做昂贵的哈。所以这个世界上呢，任何你想达到的目标，都已经有人达到过了。所以你要想说，谁达到过了？那我如何找到这个资源？好，或者我没有的资源，别人有；我有的资源，别人没有。那我来整合一下。好 ，integration 其实就是你的最大利基。好，最后一个请一下 punctual， 这个 punct 是打洞的声音 ，punct， OK， 所以那个 punctual 叫准时的。以前上班老板说要打什么？打卡。现在还有打卡的举个手？还有啊，不是，我们现在精英了啊，精英现在用打指纹，打卡别人可以代打，指纹无法代打，除非你是 Tom Cruise。Mission Impossible， 有没有？你复制一个指纹来哈，所以就变大指纹。好，守时乃国王之礼，一起念一下 punctuality。Punctuality is the politeness of kings。下面 acupuncture， puncture 叫针灸，因为 acu 是尖的啊，针灸 puncture。如果你有去过中医，去给医师针灸过啊，有人不敢啊，但有人这个觉得针灸比较有效。我看过那个阿公阿妈才厉害，或者阿伯阿姆，都头顶插针的，有吗？头顶插100，然后坐在那边，哦，很厉害。来，这里是 acupuncture， 下面 punctuate， 再 punctilious， 细心的，表示非常非常仔细、小心、一丝不苟的，这个比较托福字了哈。一般我们讲细节叫 detail， tail 有没有讲过字根？T-A-I-L， tail 是切割 T-A-I-L 切割，所以后来呢，把大包装一直切割变小包装，一起念一下 retail。那整个大包装来卖，一起念一下 wholesale。那细节叫什么 tail？ 叫 detail， 是不是很简单？细节。那 tail 是切割，所以后来 tailor 叫做裁缝师，后来 tailor made。叫做量身定制、量身打造，所以其实这些字都通通脱离不了切割。那讲的远一点的话，这个 tail 叫做尾巴 ，Ryan， 尾巴跟切割有什么关系啊？有没有想到断尾求生，对吧？尾巴跟切割，好，所以那个谁，壁虎是不是？壁虎尾巴断掉，可以再重新长一个出来。好，所以这里是 wholesale， retail。OK， 今天字根的部分讲到这儿，看看各位有没有问题了。来，给各位拍一下。好，有问题可以继续问。那没有问题，先到这儿。哎，等一下，哎，还是要签到哦，因为我们要凭这个签到来跟各位确认你到时候后面上课的权益哦。好，所以记得离开前务必要。那、这个群组里面签到一下，好，没事啊，酒杯怎么送？酒杯怎么送？还是我们统计一下好了吧？我们统计这几周，出席过这样还蛮多位的，对。是吧？啊，有帮忙的是不是啊？那就送 Miska， 掌声鼓励通过，啊，就这样，就送你了。回去好好品尝你的餐点。好，待会你自己好。
看图，我看一下。听到声 ，OK， 那你就看同一遍啊。加油。老师，对，就是我现在都每个礼拜都会固定去写一回的多一的练习，然后我就是有统计一下，就是大部分都怕的，嗯，就是说其实怕拜拜，测验跟那个课漏，对，我那边都是有持续进步的，就是没进步怕不怕断，嗯，那就是文法嘛，嗯，对，那。因为我有看那个很久的书，嗯，好像是赖世雄，嗯，你是做线上的吗？拜拜。不是，我买纸本的。那有详解吗？有。对啊，那你就要看他的详解啊，不懂就问了。哦，所以是看详解比较好，因为当然了，看详解有基本概念嘛，然后不懂再问，因为有一些你看不懂就要问老师，老师可以讲解给你听比较快，不然你会卡在里面。那。所以就是从直接看详解就好，不用就是我再买，就是再看一本文法书，然后从头看到尾。如果你很闲，就可以这样。但如果你不是很闲，我就不建议你这样，效率会高一点。好，来，先从一句，一句什么时候考？我想报一月份的，对，那就是，哎，那个 Mr. 会找你跟老师讲。好，对，好。那你现在就考试就好了，因为没那么多时间。什么叫现在就考试就好？